接吻，泛指二人嘴唇互相接触。据非正式传说，接吻可以令生活愉快，同时令恋情渡瓜。除了最新的总公园接吻与强势加盟接吻生态圈惊爆白龙恋，查实过往好多蜜恋都是靠接吻打入接吻生态圈。大前日啫嘛，我哋就发现超市接吻鱼赌王公子尤君同富家女散咗之后，火速恋上呢个混血新欢，发生接吻鱼，超市旁若无人。跟住呢种接吻鱼咧，叫跨地域接吻鱼，先喺上海，接住旧年再喺香港，同男友喺路桶三个钟之内十指紧扣，嘴嘴石面超过十次。同样都是超过十次，这种后背接吻鱼在前年八月被发现的，何浩儿和周志扬在家品店连环嘴足十三次。不过恋情不关十四日，浩儿 BB 好后背话我要学识四路、最后我们曾经发现的还有偷绝接吻鱼，前年五月彭顺背着老婆在元芳揽绝靓模 Lady， 事后赔罪呼报，彭顺李心洁和好如初，心洁现在还怀着孖胎添。